家是跑出来看，后来说我要单独，一个就是说，要好一点的。他说的话，出来一万五千。他就买。说。办四年，第三年更进一步。我以前做那个六十万那个，他们是在打工拿。然后开那个一车二车，都做研究，下雨去拍，没有每一个那个网贷，他也可以带。现在比较少一些。现在就他蛮重视的，还有什么时尚做服饰，现在是动物哦，什么都是难度，我们现在还是网络，问题一大堆的。他但是现在少些，他做多不少，问题也多了，那些喝酒下去让我吃了，不好做，因为他没位置嘛，没位置。站住他们，他们站住晚上没有，年纪大了。方便，八月份是六月，就看这个，这一周都输掉了。工人是一半，哇，好多人。工人，然后送到那个新城的车棚，那就是我们的，然后下来人推人骂，他对他，一直在骂。还好新车的，花里调个机器来。